拖鞋的罚款500，上班迟到的通通罚款1000。你看什么看？过来交罚款。不是8点半上班吗？现在才8点25，我又没迟到。你是新来的吧？懂不懂这里的规矩？是8点半上班，但是8点必须站在这里。经理，他确实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，就给他一次机会。哎，新来的，快交钱。那我要是不交呢？好，你给我等着，散会。你罩着他干嘛呀？他是咱们这的经理，什么事都他说了算，咱可惹不起。那你为什么还站出来为我说话？你是新来的吧？之前我也没见过你，这刚来就遭人冤枉，也不划算呀。谢谢你啊。没事儿，以后你有什么不懂了就过来找我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好。新来的，去厕所把马桶给我刷了。不是有保洁阿姨吗？为什么让我去刷？我是经理，我说了算，不刷，给我走人。经理，还是我去刷吧。站住！我让你去了吗？你去。行，我去。新来的，把这3年来的财务报表都给我做出来。新来的董事长要来检查，务必给我做得漂亮些。这里下班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怎么可能做得出来？我不管，做不出来就给我走人。还是我帮你一起做吧。怎么，你想当出头鸟啊？行，那个还有这个都给我做出来，做不出来一起给我走人。他呀是在故意刁难你，咱们赶紧做吧。终于做完了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我们呀赶快走吧，把这些报表给经理送过去。江经理，报表已经做好了。你们两个被开除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是经理，我说的算，想让我不开除你们也行。你们一人给我转10000块钱，我就饶了你们。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怎么不想转了？不想转你们就给我走人呢。行，这事儿跟他没关系，我走。董事长进。董事长，财务报表已经做完了，虽然有些亏损，但是你也知道整个行业都不景气。嗯，董事长，这报表根本就不是他做的。你给我闭嘴，不是我做的那还能是你做的？你确定这个报表是你做的吗？怎么是你啊？怎么让你失望了？你就是董事长啊。金宇，以后妖经理这个位置让出来交给你来做。凭什么呀？我为公司辛苦付出这么多年，你说给他就给他了。也是，你为公司付出了这么多年，这样吧，我给你放个长假，从明天开始你就不用来公司上班了。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就凭我说了算，出去。